华馈哦，真的很努力，致力于在这个研发这个创新的建材上，非常的用心，值得我来钦佩的。不是只有赚钱为主，他还行善布施，他赚了钱还会回馈整个的社会。我觉得每年来华馈聚餐的时候，参加这个餐会，总是有新的经验，总是觉得让我们是身心灵还有智慧的成长。那我想每年的这个时候，想必是很多人期待要来的哈。那我们都很感谢孙总对我们的支持。今天也刚好是我们华馈公司30周年，而且贵公司在这个建材这个方面一直在业界颇受好评，我们这些设计师也都非常的爱用我们贵公司的产品。华馈公司除了在工作上给我们蛮多的这个协助之外，而且在公司在营业赚钱之余呢，还不忘回馈社会啊，做这种一些慈善的活动，让我感觉到非常的满意。来到这边，让我觉得哈很难能可贵哈，可以让我见识到原来有一个企业可以做得非常那么成功，那所有的布置也非常的用心啊。那我相信这个企业哈，这除了对哈厂商店家的用心之外，也对哈公司的一个负责哈。